渡船头，阿里渡船头。哦，两艘船敲位了，一台要开过来，一台开过去。淡水捷运站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哦哦，速度好快、啊！我都跟那只雁速度很快，那燕子速度也很快。是红树林捷运站。不好抓呢，摄影机不动。捷运的路线，轻轨，轻轨的路线。渡大桥，那路线空拍呢？交流道是一个圆圈圈，那边就不一样。半圆圈，淡水那边，这个巴黎这一边，刚刚那边是属于台北市跟淡水交流处，交接处，这是关渡大桥，巴黎这一端的。三条河流。那你知道那三角那个是什么吗？淡水河。那个叫什么？社子岛。啊、哦。社子岛，这三角。哦，那个三角。三角形的那个叫社子岛。哦。社子岛。椭圆形。到那边有交汇点，那边是大汉岭，那个那边有两条河交叉，在那里。大汉溪，大汉溪，新店溪，那不是淡水河吗？那边还是台北市，这新北市，哎，五啊。哦，渐渐这个就是。那个是基隆河、啊。岛头公园。基隆河。上次是在这里拍录影的。那边是新店溪，这边是大汉溪，淡水河。对啊，这里就社子岛。
刚刚讲了，我才想起来，这个岛头公园，这里有招潮蟹。那个是高尔夫球场，他们家就是在那个红红下面有一个庙那里。哦，是哦。他马街好像是在前面这一块而已，那他还要上去啊。这里乘客从事。哎，像一只什么鱼？章鱼。那个像一只那个大的鲸鱼，鲸鱼要起要冲出去的，很像的鲸鱼。这只搞那个尖尖的，那个松树林那个头。昨天开车上来那一条下面那条，他就是在高尔夫球场旁边啊。他们小时候就说，我们光走山路就走得要命。啊，五谷。那他们到了马街，不要看到。十万的，那绳子呢不好爬，我们那个比较好走，从巴黎那边上来比较好走。这是打对面那边的钢筋。基隆河、淡水河、大安溪，大安溪就是新店溪汇合。那台北，这里是台北车站，星光三越道。车站。